原住乡和平国小配合教育部下日落海计划，举办多位夏令营，让学生囡仔透过画笔，将家己丰富的创意画伫个图纸顶头，将家己的人文风景记录落来，分享给同学，也是爸爸妈妈欣赏，嘛留下美好的记忆。提起手中的画笔，将头壳中满满的创意呈现伫作品顶端。原住乡和平国小这摆举办画图夏令营，要让小朋友会当过一个无同款的暑假。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这边气氛很好，然后同学都很少吵架，然后我可以用自己的手画下来我想要画的东西。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可以用画笔慢慢的画下这里的特产，才知道这里的特产有多么的丰富。我觉得很不错，因为可以去欣赏别人的画作，也可以跟他讲一下哪边可以怎样画，可以教一下同学。这回夏令营老师利用顶学期学校所做过活动做主题，请小朋友将正经的回忆透过画笔画出创意十足的作品。而我在画画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们去回忆，利用照片去回忆一下，说：“哎，我们当时发生了哪些事？我们做了哪些事？我们把垃圾捡起来啊？我们去比如说在种稻过程，我们施肥啊，然后或是后来有收割的那个画面。然后有的这些画，有的这些图片的想象，让他回忆了以后，然后让他再开始创作。”为了让小朋友在暑假未无聊，和平国小申请教育部夏日落学计划，希望利用画图课程，让学生囡仔会当发挥趣味的想法。其实我们和平国小这几年来一直都有配合教育部国教署在办理夏日乐学的活动，我们刚好利用暑假的这个绘画的课程，让小朋友把脑袋里面精彩的画面付诸实现，让它变成画纸上面美丽的画面。然后呢，可以到学校来借由这样的一个课程增进自己的绘画的技能，而且呢也能够过一个很充实的暑假。利用这附近上特别的人文风景做主题，再个请小朋友画出作品，那将创意表现出来，也会当让因对这片土地的关怀有更深的了解。记者李伯的采访报道。